有什么关系，有没有什么？好，谢谢啊，男生先吧，两个男生，两个男生先吧。你们两个私下有先做什么？就是熟悉什么样那种情况？我觉得演这种角色，因为练习期快上市的时候，所以有一点麻木，就是有一点，只想被看到。假设大家挖洞给我们看，说我们激情非常强，我们先做主题再来，然后一起做现场做吗？对啊，在拍拍之前已经跟导演沟通过，像春光乍现那样很浓密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说那个，就是说两个男生的那个激情戏跟两个女生的这种亲密的戏，好，我们不要说激情，我觉得这种爱啊，就是之间这种戏，其实我们有做到就是男女平权，就是说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两位女生啊，对他们的就是我们的尺度上，其实我们之前就讨论过，就我们这片子的尺度啊，就我们老板希望说我们走的是要大众老少咸宜，所以我们不会做到就是说非常 hardcore 的那种。全对啊，对，就是说一定要走到那非常艺术片，假如说要做到那也是可以，但是那是一种另外一种路数的电影啊。那我们一开始老板还有大的公司就希望主要是这个议题啊，那所以这些部分亲密激情的戏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老少咸宜，点到为止。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说要做到男女平权，就是说两个女生的话，我们做到肩胛骨以上哈。那对，然后啊，当然就是后来在真正在拍的时候，哦，我觉得他们两位女演员真的是很帮忙。当然就是说我们都有做好保护措施，但是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说啊，真的动作上要做到比较投入情感的话，可能需要再浪一点点了。那浪一点点的话，那艾美跟花鲁他们也同意，就说那我们可以看到背部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开拍前就很明确告诉他们，也要让他们放心，就说其实我们拍到肩胛骨以上，就是看他们的表情跟互动跟眼神这样子。啊，然后像两个男生也是一样，其实你会看到他们也是只有在那个肩胛骨这样子，我觉得就对，本来是想多一点啊，但我觉得啊，就是要让观众去想象会更有趣，所以他们的部分也是取景直到这里，啊，就是靠动作跟感觉去呈现那种趣味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两个男生在饭店的那种算是趣味跟幽默跟荒谬这样子啊，但是两个女生的话，我觉得真是情感的流露，他们两个人在饭店啊的那种两个那种情感的戏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甚至在演的时候就是都流泪，然后真正就是最后爱情又找回来的那种感动。我觉得这个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可以请幻鲁还可以再多聊一点。对，就是那一天在拍这个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 gay， 就是他也信任我们了，那我们也是就全心全意的，就是交给他们这样子。拍这种亲密戏的时候，有需要特别看人男男的 A 片吗？女的 A 片吗？做功课。我有啦，自己本身，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些的。没有这个习惯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们之前看什么《断背山》啊，《蓝宇》啊，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说哦，就是男生跟男生他们平时的互动会怎么样，所以我就必须找一些上网看一些之前电影的一些功课，因为男生跟女生可能我自己比较熟悉一点嘛，对啊，那男生跟男生的那个可能他的这种感觉我可能就比较不会抓，所以我就必须上网去做一些功课，所以就哦原来他们的那个情感上面的亲密会怎么样，所以我就有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。那一三五就可能不知道他一直在做功课，还是习以为常。有讨论一下动作之类的，就是两个人自己直接去设计动作，就是表情。其实当下我们已经做，就是在拍的时候，已经那个感觉就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其实也不会去想说，原本有预设一些动作，但其实后面已经就完全是，比如说像亲嘴，或者是像是抚摸干嘛，那已经是在当下就已经会做的事情，没有说去预设的，已经远离我预设去想的。有到忘记，就都想设设。有才，就是
就舔到他齿缝。真的没那么，但是他吃饭有把那个饭吃干净。